第二次封城而家嘅多倫多，而家嘅係中午時間一點鐘。而家多倫多咧，淨係入室內規定要戴口罩，喺街度其實係冇呢個條例嘅，所以我哋依然係見到啲人唔戴口罩啊。而家係好嚴重嘅疫情下嘅，我哋係。到了唐人街了，现在多伦多的唐人街，人流是有，但是比平時少了很多人了都。冷冷清清，而家系中午嘅一点钟。而家啲餐厅咧，全部都系做外卖咯，有开门。而家喺市政厅附近。熱狗嗰啲外賣車依然都有開，多倫多嘅市政大樓旁邊咧，依度有個溜冰場嘅，去睇一睇先。都有人在溜冰，大就少咯。平時呢度好多好多人噶。而家喺 Eaton Centre 多倫多嘅 mall 比較出名嘅 mall， 去緊多倫多嘅銀行中心街，即係等於香港嘅中環。看一看什麼情況，街道就沒什麼人行，車就都有，平時很旺的商業區，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了。